瞎编，你个傻子，瞎编。是是，滚。盘点满山反骨的稿子。我还没准备好呢，等会儿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一米八的大长腿，我还溜不了一个边货。跑，放开了跑，跑。傻狗，小黑回来，小黑，我不说你了，小黑，回来回来。就是你们家里面有这种狗吗？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，它你就感觉你像它欠它钱一样，它反正它就看不起你，你喊它它又不理你，我就不知道现在它要干什么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你在养我还是我在养你啊，我上辈子欠你的，你是不是嘛？你稍微眼睛可不可以正视我一眼。什么东西都不能要，还有用的。你每天拉了个脸干了啥呀？谁来了？爸爸妈妈来揍你。走呀走呀。是不是你吃了我的红果？你还狡辩，你还想打我是不是？还想打我，来来来，比手巴掌大是不是？你看看，还手，你还还手，你看还手，你别看啊，谁要跟你喊，你还躲，你还躲，你啊，救命啊，真的是。